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哦，好，冲啊！又是回力镖，而且这个速度好像比较快。障碍物，不好打。跳，好险！用这种打法打回力镖超危险。是那个沼泽，不过这是三个回力镖哥布林也可以搞成这样。好险，差点又被沼泽卡住。现在应该有个存档点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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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粉砖就在说明那边。回力镖加爆炸虫，那有新敌人，我三下。有招用踩的，踩的枪还是我死。随便乱走一通就赢了。哦，双电池也快要煮好了。决定要送大学，这里我觉得我要打一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高，是不是漏了一个？两下躲，这个要冲上去，感觉是比之前那一只还要难。它一横吃没有那么久。你要去哪里，那个？还是这样安全。不能说忽视那一只射，跟他打这边好了。照了不够侧面。他好像是之前那一只哎，在。在外面，我很大的时候遇到被当炮灰了。现在骗我，我是炮灰。你提升大招。不错，我好像都觉得大招太弱。不能再犯蠢。
早一点放，早上这个压饼。Well, it certainly took a long time and a great deal of effort, but we're finally here. Our target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Gundahar's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nd all existing inventory of weapons. So,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How about that building? Good.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